人生是一场赛局，无论学业、交友、婚姻、职场，处处是博弈。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筹码，唯有全民新攻略给你锻炼筹码的机会。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好朋友再次准时的光临全民新攻略。我们呢没有经过了防疫情的重挫，你不会懂得感恩那些呢承担的第一线救治抗疫工作的勇士们，是他们的气魄照亮了我们的生命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继续努力，革命尚未成功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谢谢呢每一位守规矩共体时间的每一位同胞们，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鼓掌，欢迎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长智慧的所有来宾，欢迎大家。欢迎介绍第一位大邱防疫小尖兵蒋勋，大家好。超健康铁肺歌王刘明峰，大家好。戴口罩美肤大师 Sam， 大家好。防疫的电商爸爸林伟，嗨。妇产科医师妈咪曾玉文，国际领队以茂。好了，大家呢都在不同的地方为我们这次的疫情做出贡献跟努力啊，对不对？尤其我们现在做节目呢，大家看啊，因为不能出门，不看节目要干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刚好我们节目蛮好看的，对于是乎呢，可以从这里面学到很多大家的经验啊。好，请加油。那我们的游戏怎么玩？有请本华丽图书馆最高层级研究员蔡尚华女士，温馨亲切的叮咛。我是你们研究员蔡尚华，在这个非常时期，用我们的新攻略陪伴大家增进知识之外呢，也要补充更多的防疫常识。但是要提醒所有来宾，想闯关可得加把劲了，因为我们的资格赛呢，除了考大家关键字、联想力、智力、创意，缺一不可。所以一有想法，马上得抢，才有机会进入到九宫格攻略赛，解锁你的专属题库。每一个人题目都不一样，但我们呢，极尽刁钻之能事，总能在你自以为很懂的领域找出你不是这么懂的地方。准备好要来抢我们的十万大奖了吗？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头好壮壮，永远带大家了解新知的曾馆长。不经一役不长一智，经过这一役，大家没有不懂的事啊！我所以希望大家看了我们的节目也有同样的感受。我们开始资格赛，准备第一个提示，请看五秒。自主管理出关，自主管理是什么？为什么聊到出关？第二个提示，再看十秒。30周年，不会按太快。山姆，答案是30周年。施慧伦，因为他好像今年满30周年嘛，然后他之前好像在，因为他接触了那个音乐家，访问的时候。访问他的记者有曾经访问过澳洲音乐家，对，所以他觉得说，那这个记者访问他，他应该要自主管理14天之后再继续后面的他的新专辑的活动，因为他30周年出专辑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是这样子。他答对没有？现在还有人在答案，当然是苏慧伦，玉泥掌门人压了，非常好，来山姆老师恭喜，来进行的九宫格攻略赛。Sam 老师，东海大学美术系毕业，对，美术系，所以他会化妆不是没道理，不是后天的，他本来就会化。对，念美术念的不得了，刚看他长得那么帅，这么可爱，没想到画画画得很好。来，准备看一下我们的这一集的梦幻大奖，请开门，看一下我们准备了什么。3万大奖是我们的医美级的保养品。全套的，哇，那个是恒温恒湿的红酒冰箱，哇，一定要有。然后再来，这是我们的微电脑的跑步机，10万大奖。看完了我们与奖的距离之后，现在要看到我们与题目的距离。山姆，我终于要面对自己的第二套题目。每一位来宾都有量身打造的内容，5分钟，他要面对什么呢？请公布。山姆，第一题，卸妆要小心。因为你是知名的美妆保养专家嘛，对，对吧？香水茉莉花，你很善于知道所有香水的相关常识。画画混颜料不得了，从小就学美术。卡通迷须知，他有收集公仔啊、卡通习惯。饮水请酌量，
讲的不是酌量的问题，他是尽量。他每天喝超过2000 cc， 2000，多好的一个孩子！神明见老大，每年固定拜拜啊，植栽好功用，喜欢叶子类的植物。对，我喜欢种子。熬夜坏器官啊，他常熬夜，所以他器官都坏掉了，非常好。来，器官没坏，熬夜没坏器官。哦，坏器官跟你没关系，熬夜还有熬夜的习惯。那我就先选跟我的工作有关系，卸妆好了，卸妆要小心。卸妆要小心是，请注意。卸除眼妆时若没有清洁干净，容易会形成眼结石。请问有哪一种症状的人也容易有眼结石 ？A. 黄斑部病变 ，B. 飞蚊症 ，C. 干眼症。黄斑部病变是已经眼睛造成问题了，那飞蚊症也是。那我觉得是我的答案是干眼症。C， 请锁定。你把撇到黄斑部病变，排除掉飞蚊症的原因是？对，因为黄斑部病变是你本身眼睛里面的问题，眼珠的。对，然后飞蚊症也是眼睛老化的问题等等。那基本上干眼症就是你的泪水太少，泪液分泌太少了，会造成结石的问题，因为你干掉了嘛。没有湿润的效果。对，因为眼睛它本来眼球每一分钟就要扎，它一定超过100次以上的次数嘛，就是你的扎动的，它会把一些灰尘啊什么东西会对会挤到旁边去排掉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它的泪液才能帮你把这些脏污排出去嘛。那如果说你连泪液都没有了，基本上你眼睛就很干 ，OK， 有可能就会有结石的问题。你解释的非常的好，这样子对吗 ？OK 的，好。破毁，请。谢谢。其实呢，眼结石它就是我们的结膜在慢性发炎的当中呢，它可能就是会这样在眨的过程里头会出现那种黄白色的颗粒。那其实呢，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排除的哦，所以一定要去点眼药水。那么在干眼症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，那很多人呢，他们习惯佩戴隐形眼镜，再加上化浓妆，也容易会有眼结石。那当你已经有眼结石的时候，可是工作需求又一定得化妆的时候，要告诉大家哦，其实呢，你必须要在化妆之前跟戴隐形眼镜之前先点好消炎药，然后呢，你当你把这东西都画上去之后，它就会开始伤害到你的眼睛，并不是说彻底清洁就不会再伤害了。所以因此先点消炎药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每一两个小时再补充人工泪液，最后整个卸完妆以后再点消炎药，是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的一种处理方式。好，来第二题，加油。卡通迷须知好，你收集的公仔有没有超过100种？种类哦，不止。对，因为你要全算起来一定不止。最喜欢的是，我最喜欢哦，其实我最喜欢海贼王，然后像小小兵，上次我有讲过嘛，我也蛮喜欢，要出来之后到现在是，然后像哆啦 A 梦我也蛮喜欢的。卡通迷须知，来请助理。卡通哆啦 A 梦原本是黄色的机器猫，请问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蓝色的？A 被老鼠吓到变色 ，B 被泪水洗掉变色 ，C 心情低落导致变色。等一下，这应该知道的。我的答案是 A， 等一下哦，我的答案 B，B， 请锁定。是。这个吗？我原本是选 A， 不过我觉得，因为那时候它是黄色的时候，它本身是有耳朵的，然后因为它很像在睡觉的时候就被老鼠把它的耳朵吃掉了，所以它并不是吓到了，它是哭的难过的变色。对，它是好像吃完之后它很难过，它就一直流眼泪，一直哭嘛，哭到好像把它的颜色就是变成蓝色的。我记得有这一段，眼泪水可以把黄色变蓝色，那是什么水？它就已经是哆啦 A 梦了，它都已经有任意门，管它什么水？对啊，我不要生气，只是沟通一些事情。对，它就是卡通嘛。对，那我记得它的故事是这样走的，因为我刚本来是要选 A， 不过我觉得好像不是 A， 因为它不是马上咬掉，它醒来的时候不是马上就变蓝色，它被咬掉，难过，心情低落了，然后整个郁郁寡欢的。不过低落跟它眼泪去有掉眼泪，因为我记得它有哭，所以我觉得它两个是一样的。不过心情低落，它并没有说它有流眼泪，因为它这边有一题是有流眼泪的，所以有哭应该是比较对。
不然它就直接滴落就好，然后你就可以再另外一个答案出来。我们题目出的不好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分析，我是确定，我是确定下来，不是啊，题目很好，对，我只有以我的分析是这样子，请揭晓。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呢。大家都知道哆啦 A 梦会怕老鼠是因为他的耳朵被老鼠咬过，可是当时呢其实耳朵没有被这个吃掉，只是被咬坏掉，所以呢世修就把哆啦 A 梦送去了一个机器人修复的医师那里去修理。这个医师呢真的是一个蒙古大夫哦，他本来信誓旦旦一定可以把它修好的，没有想到修到一半正在弄细节的时候，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结果一不小心失手就把哆啦 A 梦的耳朵割掉了。结果呢哆啦 A 梦就非常的伤心，因为他变成了一颗光头，被他女朋友笑到不行，所以呢他就想说我要去喝元气之源，让我的心情回复一下，一不小心又喝到了悲伤之源，所以就大哭了三天三夜。他的外面这层电镀膜本来是黄色的就被洗掉了，等到他的妹妹在海边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一只蓝色的机器猫。来，一万就要看到了，你马上就要超过你之前的表现了。来，我选还是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好了，香水茉莉花。香水茉莉花，来出个题。根据品牌香奈儿实验室计算，制作一瓶30毫升的香奈儿5号香精需要多少朵的茉莉花 ？A 700朵 ，B 1000朵 ，C 1600朵。哦，这个30哦，30毫升。30毫升是小瓶的吗？对，因为基本上现在的香水大概淡香精有分30、50跟100。然后吸带点都是落在10到15毫升左右，这是基本国际规格。所以先说再说解释。我觉得是我的答案是 B， 1000朵。对，是锁定 B。因为如果你的题目是50毫升的话，我可能会觉得是在1600朵左右。那因为它是30毫升，那700朵好像又太……你怎么算的问题？没有，我大概是觉得700朵好像又太少了。那基本上30毫升的一瓶淡香精的花朵大概会落在900、1000到1200朵左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有我还是那个香水的香精师，所以一般人的话就只有瞎猜了。那不对不对，我也不太确定，我们没人知道答案，其实大家只有你知道。请揭晓。30毫升的 Chanel No. 5是不是1000朵？恭喜。香奈儿呢，他们其实呢特别跟法国南部格拉斯这个地方的花农呢，他们特别来签约，所以这边的花田呢专门就是要种供应香奈儿他们的花朵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像是呢五号香精所用的茉莉花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当时这个条款还说了，这些茉莉花呢就只能用在五号香精，其他香奈儿的香水还不能使用。那它通常呢在这个摘取茉莉的季节是在8月到10月，而且在晚上的时候花会开得特别好，因为晚上气温大概在14度左右，这些花农呢一个小时大概可以摘到300朵的茉莉花，而一瓶小小的30毫升的五号香精呢，里面就有1000朵的茉莉花。但是这些茉莉花摘下来还要经过3天的浸泡跟萃取才能够做得出来，看得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搞纲啊。要不这3题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打太多，因为大家要上台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4题，饮水请酌量。饮水请酌量，来记住你。澳洲研究表示，水喝太多会造成身体危害。请问水喝太多的话，容易造成哪方面的障碍 ？A. 吞咽困难 ，B. 记忆力下降 ，C. 胃食道逆流。记忆力下降，吞咽困难。好选哦。我的答案是 C. 胃食道逆流。请锁定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喝太多，有时候你会反胃。像我以前，我永远记得我有一个经验，我在国小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家里买了一个新的水壶给我，那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垫这个水壶，所以我就在课堂上一直拿水壶出来喝水，想要垫，想要展示，就炫耀这个水壶。你讲话怎么加一个台语呢？对，然后因为我是高雄的，我要稍微垫一下，对，要垫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呢就被老师发现，老师就把我去装水间，把那个水壶装满要喝3次，一次喝3壶，对，我喝到第二壶的时候，我整个。像胃酸一样很恶心，就一直吐。觉得他答对的举手。1个2个3个。
Yvonne 不这么认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记得我读一些资料的时候，好像水喝太多的时候，在身体里面会造成所谓的对身体细胞负担是水中毒。对，然后我自己想说，如果水中毒的情况之下，你的那个记性啊或者是什么是会伤到脑子，对，就可能伤到身体的一些那个就是神经系统或是什么系统影响，所以我猜是蒋勋，我也觉得胃食道逆，因为我每次喝完酒隔天会喝很多水，然后马上吐出来，这个有道理吗？那是因为他有喝酒，对，你那是宿醉，真以为啊，我只有。我刚才有想到那个水中毒啊，可是水中毒好像是一个很急性的一个症状，它好像不是一个很慢性，可以延，好像会影响很久的。如果你马上水中毒，你赶快送医急救的那种概念，就想说喝太多水，好像可能会让我们的胃就是括约肌那边可能收缩力量可能会减少，所以我猜第三个答案。医生讲他是妇产科，对，医生说对。妇产科跟这个是没什么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医生是博学多闻嘛，对啊。那不好说，真的吗？那是共同科目，很难讲哦。答对没有？请揭晓。确答案是吞咽困难。好，大家一般呢，平常好像的理解觉得说喝水应该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你没有很渴的时候，也不要太过度硬要去喝水。当我们的人的这个人体呢，并不需要补充那么多水分，你硬要喝水进去的时候呢，你必须的这个耗费的能量是一般平常情况的3倍，而且呢，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排斥反应，所以会让你自主性的觉得说就吞咽困难，让你不会再容易这样一直喝下这么多的水进去，并且当水喝太多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低血钠症，还有这个痉挛啊、眩晕啊之类的状况，甚至有一个马拉松选手，就因为听信了旁边的人所说的一次喝下太多的水，居然就因此猝死。我们送个好东西给你，是你很在乎的，来送个礼物。好，要送给 Sim 老师的是 Unique Airshot 负离子顶级吹风机，全机是韩国制造，负离子能够防止头发静电，独家专利智慧伸缩风嘴，可以轻松的调整风型，而且它有独家记忆功能，保存关机前的设定，开机不用重新设定，体积小，重量轻，寿命更长久。Made in Korea， 来走。OK， 来进行我们的下一位的资格赛。来，准备好了，第二位4分钟的第一个提示，请看5秒。卢菊是谁？卢菊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第二个提示再看10秒。润肺止咳，哎呦，难道它是个成分？卢菊看来是个成分哦。润肺止咳能够想到它的还有什么呢？你不再多看一个提示吗？下意识反应，下意识反应，答案是，荆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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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荆棘答对没有？原地休息，以下跟你无关。好，答案几个字？哇，还是2个字。哇，你急什么？不是多看提示吗？我想休息。林伟，请说，答案是2个字，杨桃，杨桃，杨桃又叫卢菊是吧？我想休息了我也不知道，你已经休了1个人次了，休息是累什么？杨桃答对没有？好难啊，多看一个提示嘛，答案是2个字，你们3个人可以轻松一点了啊。第3个提示请看15秒。貌似皮，曾一伟，貌似琵琶，所以答案是琵琶。长得像琵琶的琵琶膏的那个琵琶。琵琶也可以当乐器。琵琶也会是个水果。所以貌似琵琶，谁知道谁是谁，对不对？反正都叫琵琶。所以的答案是。猜的。对。琵琶，答对没有？恭喜答对。来，盲进曾一文的9宫格功力赛。曾一文同学，成功大学医学系毕业，永和中心诊所的院长，来了，来，我们请公布曾一文
同学的九宫格攻略赛提醒，请看。为您首次量身打造的内容：台湾抗争病史。妈妈抱一个，双宝妈一个，就是你。记忆衰退有，听说记性特别差，很善于健忘。夫妻重训减脂肪，你们两个会跟老公一起重训。滑雪新建设，冬天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运动。长颈鹿怪癖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动物，怪了，很特别。宫崎骏夯作品，特别喜欢他的动漫，尤其是他 Totoro。港点发明，哎，你爱吃港式甜品，都跟你息息相关。我们从哪边开始？夫妻重训好了。夫妻重训，一起多久了？大概一年而已啦。一年。最近。你本来有什么需要吗？你觉得你有的小腹微凸了或者是什么吗？我之前手术的时候，我都会容易腰酸背痛，就是超严重的，就是每天晚上我都会因为太腰酸了，然后一个姿势维持太久，对，就是这个姿势，然后我就要吃止痛药，贴沙龙帕斯，肌耐力不够，肌耐力不够，这一年下来有没有帮助？对，现在就不用贴任何的沙龙帕斯，就不会酸痛了，就不会酸痛了啊，所以夫妻重训减脂肪，谢谢助理。脂肪颜色不只有一种，请问哪一种颜色的脂肪可以燃烧热量，反而让身体变瘦？A 黄色，B 白色，C 棕色。好题目。我的答案是棕色。棕色，请锁定。啊，我这才听说的嘞。对。不是白色，常见不都白色的脂肪吗？或者带微黄色这样。对，但是如果是棕色脂肪的话，它有办法燃烧热量，这个脂肪是比较好的脂肪。什么地方会有这个棕色脂肪？长在里面的。他一直想要参与，你讲在里面。是内脏附近吗？还是什么？因为像肚子这附近，我们叫做顽固脂肪是最多，所以它棕色脂肪的量就会比较少。然后像手臂这个地方，棕色脂肪的量就会稍微多一点点，所以一般人的棕色脂肪都会在你的四肢会多一点点。OK， 所以就会感觉四肢比你的肚子会要来的更瘦。问题是你要让它增加你的棕色脂肪的含量，你才会比较多燃烧脂肪的状况。哦，才燃烧得掉，否则它只会囤积。对对，像我的内脏脂肪一定很厚，我在想。那个内脏脂肪是白色，对不对？哪有脂肪肝啊？脂肪肝什么东西？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我觉得可以有一点比较正面鼓舞的感觉。所以运动很重要，对，然后对，都对，都对，都对，好不好？都对了吧？来揭晓。痛恨脂肪的哦，因为呢，我们痛恨的是白色的脂肪。对于女生来说呢，最常有这种皮下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臀部啊，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肥胖的部分。那男生呢，内脏脂肪比较厚，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啤酒肚。但是呢，要告诉大家，棕色的脂肪通常它存在的位置在我们的后颈、锁骨跟你的胸线的附近，在我们的全身当中大概只有0.1%。但是呢，白色脂肪是囤积我们的热量，棕色脂肪因为它里头含有粒线体，所以它是帮助燃烧热量，维持我们的体温。那很多人就想说，那我的白色脂肪可不可以都变成棕色脂肪，就比较容易变瘦呢？白色脂肪不太可能会直接转换变成棕色脂肪，但是研究有发现哦，当我们的人体呢能够长时间维持大概在16-17度的这个温度左右的话，可以促进棕性脂肪的活性，然后还有包括喝绿茶跟咖啡呀，也都是能够些微提升它的活性，还有运动也都是比较良好的方式。好的，开始哦，来哦，第二题哦。第二题我想选妈妈抱一个。妈妈抱一个，请助理。研究发现，父母每天最少拥抱几次小孩，会有助于子女的情绪管理。A 2次 ，B 3次 ，C 4次。好题目。想看。应该要知道的。我的答案是。三次，请锁定。为什么不是四次？早中晚加睡觉不是很棒吗？因为我想说，既然我们一般人上班时间其实要做到四次，好像有点困难，然后两次好像又有一点太少。如果说只有早上抱一次，晚上抱一次，好像有一点少。三次，不然就是早上起床抱一次，然后回到家抱一次，然后睡觉。你要说最少有抱几次嘛？当然多多益善，但最少要几次？所以我想，这样子应该。也合理，你认为两次的举手，三次的举手，你为什么不举？我四次啊，
有四次的举手，就你一位，你也是四次好了。是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越多越好，我个人觉得，对不对？对，拥抱是越多越好，跟女朋友也是越多越好，跟女朋友也是，对不对？对，跟女朋友交往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过去，我开始一天抱一次。我说哦，亲爱的，吃饭了啊，就这样子一天就抱一次。我觉得，三次对还是四次对？请揭晓。他们找了一些父母，连续两个礼拜每天都拥抱孩子三次，结果发现呢，真的亲子的感情变得更加的紧密了。那这三次拥抱的时间点分别在什么时候呢？第一个就是小朋友早上刚起床的时候，然后呢是他们放学回家的时刻，第三次就是在睡前的时候拥抱他。但是记得哦，在拥抱之前呢，不要说教，也不要责备，就是真心的给他一个爱的抱抱。这个时候会让小孩觉得非常的幸福，感到自己被爱。同时爸爸妈妈呢，就算本来的情绪并不是很好，在经过这样子的拥抱之后呢，也可以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加的平静，舒缓情绪。来，意外在巷子口了，来第三题。长颈鹿。长颈鹿有什么怪癖？来，请注意。长颈鹿不只会吃高处的树叶，也会啃骨头。请问长颈鹿会啃骨头的原因是什么 ？A. 用来磨牙齿 ，B. 补充钙质 ，C. 曾受食物短缺影响。哦，你那么喜欢长颈鹿，应该要知道的。我想，我是不知道了。我觉得我本来想选 A， 但是我觉得 B 好像，我的答案是补充钙质。你锁定。你有看过它啃骨头吗？在动物园里面好像不会，可是如果是在那种，就是影片中或是一些，比如说什么大自然的一些纪录片里面，对他们去咬骨头，其他动物，其他肉食性动物吃剩下的，吃剩下来的那种，对，补充钙质，答对没有？行。那长颈鹿怎么会吃骨头呢？这是国家地理频道他们拍摄到一段在非洲的长颈鹿，他们居然正在啃水牛头骨的影片。结果才发现啊，其实呢，他们并不是说真的把这个骨头整个吃进去哦，是用他们牙齿去刮，然后去吸它里面的骨髓。那事实上呢，它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补充钙跟磷，因为长颈鹿嘛，毕竟它也是要自己要长骨骼啊，要生长的，所以它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营养的补充。那其实呢，在补充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发现越爱吃骨头的长颈鹿通常也长得越高。来第四题。我想选滑雪。滑雪滑几年了？大概两三年。其实也是跟孩子一块学的。我孩子比我厉害多了，就是他们不怕，小朋友都不怕，小朋友不会怕，小朋友不会怕，他们都不用刹车，咻一下就滑下去，然后我就很慢在后面跟着。滑雪新建设这一主题。建筑设计团队 Big 将哪一项工业建设与滑雪场做结合，在丹麦打造了一个新的滑雪地标 ？A. 垃圾发电厂 ，B. 污水处理厂 ，C. 伐木厂。阿芝，这个丹麦没有去过耶，不过能够变成滑雪地标，它又跟哪一个工业的建设？那我会组合、啊，我觉得可能哦。我的答案是垃圾发电厂。A， 请锁定。这题想了34秒。我觉得那个伐木厂啊，可能不是很对，是因为现在人都如果是丹麦那边变成地标的话，伐木感觉应该没有一个大家会想要去看的，因为只是把树砍掉，感觉就不漂亮。然后污水处理的话，因为通常那个滑雪的位置通常都蛮高的，都在比较冷的地方，那边做污水处理我觉得好像可能相对来说成本会太高，可能不是。那搞不好是水源的源头了，哪来的污水啊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怪怪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排除了之后，我觉得垃圾发电可能比较有机会。垃圾，请揭晓。如果家
里附近有一个垃圾发电厂，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。但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这个地方，这个垃圾发电厂实在是太酷了，因为呢，它除了可以供应150,000户的用电之外呢，而且它在它的上面哦，它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、很漂亮的坡度。那它上面呢，其实呢，它上面是用那种人工草皮的那种滑雪场的方式，让大家在上面滑雪。除了滑雪哦，侧边还有健身房。然后你知道这个它一定很高嘛，然后它这个高度的侧边呢，它做成攀岩场，所以呢，也是整个哥本哈根最大的一个攀岩场。在这个垃圾发电厂的下面还有一个酒吧，所以非常多功能，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尽情的游玩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绿建筑。不错，第五题，危险。宫崎骏汤作品。宫崎骏汤作品，来，请出题。之前网络温度计统计了最夯十大宫崎骏动画片网络人气总排行，请问第一名是哪一部作品 ？A. 天空之城 ，B. 龙猫 ，C. 神隐少女。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就是龙猫吧。你锁定龙猫，确定吗？因为如果是去日本啊，去那个宫崎骏的博物馆，那大部分都是跟很多展示嘛，那龙猫它占了很大一部分，所以应该是人气排行算是蛮高的吧。龙猫 Totoro 也是吧？哎，请揭晓。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我觉得是，你觉得什么？神隐少女。觉得神隐少女的举手。没有，天空之城。天空。林伟为什么认为是天空之城？我看的最多的是天空之城。你看的最多应该是郑国城吧？输了吧？是什么呢？小伙子，宝宝，再不要说中了，告诉我们答案。好，在这个排行榜的前五名的第一名就是《天空之城》，再来才是《龙猫》，紧接着呢才是《神隐少女》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其实大家投票表决出来的这个网络声量最高的，几乎都还是在2000年以前的作品。所以呢，其实也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出，现在也不需要很花俏的动画，光是靠宫崎骏这样细腻的笔触，跟他故事描述的方式，这种经典隽永的故事就非常的扣人心弦。我们送东西给你，好不好？因为这小孩这么小。来送个礼物给他，送给曾医师是关于时间科技的 Hero 4G 儿童智慧手表，这是一款专为儿童设计的防水智慧手表，可以避免沉迷手机不受控制，取代手机与孩子做联系，开启全新的沟通方式，就从 Hero Watch 开始吧。刚好送你那个八岁的你姐姐，好不好？刚刚好，他有这个他可好玩了，这个。来，忙进下一回合资格赛。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，三分钟的答题时间来咯。刘明峰，待会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没有，我都忘记你有来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提示，请看5秒。擦在脸上是酸，擦在脸上是酸。第二题，再看10秒。长在脑里是核啊，哦，这个很棒，我觉得这次比较有意境哦。答案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刘明峰，哇，林伟你也按了，你也有答案了。我也有了，两个字就杨桃，对不对？不是。刘明峰，答案是两个字，然后又可以擦在脸上的杏仁，在长在脑里是核。我的答案是杏仁，答对没有？恭喜答对！你很感人，你这真，你刚猜什么？杏仁啊，真好面子，明明答案不是杏仁，想说杨桃就杨桃了嘛，喝进嘴里是茶，漂亮，当做零食是果，你这个关键字，这个题目。我由衷佩服，太棒了！才说的，他就让我们知道他来了。来，刘明峰，九个攻略再请就位。刘明峰同学，我们第一次来到这边初来乍到的，三分钟
答题时间有点紧迫压缩，好，所以会稍微紧张一点啊。来，请出示他的题目。也好奇，为你量身打造的都有些什么？当然，星光般顾喉咙，应该的。游轮给小费，哎，现在是游轮的驻唱歌手啊。然后古代狠刺客，说的是在《廉政英雄》这部电影当中，你饰演的是杀手。是杀手。国军陆军一队，哎呦不得了啊，他是忠烈祠的呢，他是忠烈祠的陆军一队耶。固废小撇步，据说路透社指出是国中的长跑校队。啊，对，还有篮球队副队长。哎呀。食量大节目，你曾经一餐吃四个便当。经典潮鞋，哎呦，以前收集 CD， 现在收集鞋子。韩国流行化，还是这个行啊？喜欢韩国，对相关的文化，对你喜欢的饮食，喜欢旅游，对。来，从哪边开始？我从国军陆军一队。哦，你们在练那个正步，那要练多久啊？一直 hold 在那边？两个月吧。就是所有的基本动作的操练，两个月，再加队形，还有标旗怎么标，怎么跟你身边的，操作枪手做标旗对。哦，那你在里面算最吃香的啊，因为你在瞄，大家都看不出来啊。对。经常会被说就是，小蜜蜂眼睛张开。对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意思？怎么会那么小？你看到的世界跟我们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是一样，我觉得是一样，对啊，这有人会觉得，好好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个人特色，你现在把眼睛张开来跟我们录影，好不好？来，国军陆军一队，请出题。国军一队在礼宾交接时吸引了许多观光客注意，请问在执行勤务上，他们的军阶是什么 ？A 上士 ，B 中士 ，C 下士。我的答案是上士。上士，请锁定。确定。确定，卫兵交接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出勤务的，我们都每一个就是枪手操作枪兵，每个兵穿着的是军礼服，军礼服上面他的那个肩章，对，肩章是上士的，每一个，一定是上士哦，是战缺还是他真的就是上士士官？你穿上那个军礼服那一刹那，你执行勤务哦，对，军礼服上面，军礼服上面的这个，哪怕你是下士也是挂上，也是穿上士的。对对对对，比如说我一开始是二兵一兵，对对啊，都是挂，我们出勤务都是挂。哎呦，哦，对，请揭晓。这当下当过才知道啊，我们都不晓得吧。好，其实在军中呢，最担心的就是军阶低阶高挂，但是呢，这几种身份的人他们就特别的不一样，像是三军一队，还有呢宪兵，以及呢我们看到这个骑重型机车的这种宪兵队，这叫机车连，还有呢在做这个国庆的这时候有礼炮嘛，也有这个宪兵的礼炮连，他们呢都是挂上了这个荣誉上士，就是他们的位阶可能不一定到上士，但是执行这个勤务的时候呢，为了要感觉起来更有排面，然后也表示我们对这个仪式的尊重，所以就统一清一色都挂上了上士的位阶。好了，第二题。我的选择是食量大。到现在还是吃很多吗？现在少了一些。我以前当兵最多可以吃到四个便当，四个便当的量，那就是我觉得现在两个就有极限。现在我食量还两个。嗯。你都吃去哪里了？有啊，有最近有比较胖，现在肚子有比较胖，有比较胖了吗？对，有比较胖。恭喜恭喜！对，谢谢。来，请助理。根据研究，人们在看哪一种类型的电视节目，会不自觉觉得一直要吃东西 ？A. 新闻 ，B. 谈话性节目 ，C. 电影台动作片。我觉得我的答案是 C。C， 请锁定。我一杠掉就是 C 耶。因为动作片不是很紧张吗？就看了真的情节目不暇接的，怎么有时间吃东西呢？ 我们在电影院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会，昨天我才就是在网络上就是看到，就是你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，你会一直不停的吃那个爆米花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三个新闻你不会啊，因为你新闻你会想要关注时事，你会很专注的在它要播报的东西上面。
谈话性节目也是，所以我觉得电影台、动作片，对啊，我们看电影在家里，就是譬如说防疫期间在家里看电影，我们会想要叫一些外卖来吃。哪一种类型的电视节目会让你不由自主的一直吃东西？是不是动作片？来告诉我。嗯，睡。好，研究发现呢，当我们在看动作片跟看电视访谈节目的时候呢，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的量差了2倍，而且呢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因为动作片声光效果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我们把动作片直接关成静音的话，你吃进去的量呢，还是在看访谈节目的1.5倍，所以呢，就看得出来哦，当这个荧幕上面呢，它的剪接非常的跳得很快，而且呢，它会有很大的这个声光效果的时候呢，就会容易让我们一直在吃东西的当中不断的分心，整个人急促起来，也会吃下更大的量，就更容易胖。一万在巷子头的，我的选择是星光斑顾喉咙。星光斑顾喉咙，来，请助理。许多人会因为长时间唱歌而喉咙痛，请问下列选项中哪一个最能够减缓喉咙痛的状况 ？A. 柠檬 ，B. 蜂蜜 ，C. 姜。哎，哇！有没有陷阱啊？这题喉咙痛减缓，喉咙减缓。我的答案是，我觉得不是蜂蜜耶。2分了，剩不到2分钟了。等一下，什么等一下啊？叫计程车啊！等一下，我的答案是。1分45秒，我的答案是 B， 蜂蜜，请锁定。刚谁讲说应该不是蜂蜜？是你先讲说应该不是蜂蜜，因为我后来仔细看题目是减缓，然后如果是 A 的话，柠檬的话，因为它是酸性的，我觉得，然后姜，我觉得柠檬吧。如果是说让这个喉咙可以比较舒缓，就不要那么痛的话，认为他答对的举手。一个，哎呦，我觉得，哎呦 ，A 跟 B 都有可能呢。对，柠檬或蜂，你要不要把柠檬跟蜂蜜泡在一起算了？柠檬蜂蜜啊，蜂蜜柠檬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喝荆棘柠檬呢？要不要？因为柠檬你喝进去之后它是碱性的，对，它是碱，对，它不是酸。柠檬是它可以调整 pH 值，调 pH 值，所以呢，所以对声带很好，对声带很好，减缓发炎的情况。我的概念是减缓发炎。认为是柠檬的举手。哎呦，真有。对啊。认为是姜的举手。你怎么会是姜呢？台湾人不是感冒喉咙痛都喝那个姜茶吗？所以我觉得有可能。感冒那是感冒，那不是喉咙痛，就是怕感冒。这里让它热，对，我觉得还是说，他为了喝姜茶，所以喉咙痛也喝姜茶。我喉咙痛也喝姜茶。蜂蜜，是不是陷阱啊？这个是第几题啊？这个第3题。第三啊，关键1万元智慧金币，哇，母子可惜呢。来，请揭晓豆豆，减缓喉咙痛，我来谢谢。正确答案是姜。其实呢，刚刚这三个东西啊，大家都对于认为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，或者是帮助喉咙都会有很好的作用。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哦，第一个呢，柠檬它里头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你吃了之后呢，基本上对我们的喉咙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正值感冒期间的话，它会缩短你的感冒时程。那蜂蜜呢，它是有非常好的抗菌效果，所以呢，它是可以抑制病菌病毒的繁殖。那其实基本上呢，只有在扁桃腺发炎的状况之下，你喝了以后可以比较润喉啊，舒缓那个症状。但是姜的部分呢，目前在医学上已经有很明确告诉大家，它是有减缓疼痛的效果，同时它还可以防止人体被流感给感染。所以呢，姜的确是好东西，大家可以多补充。非常可惜没有拿到礼物，但是只是争取了一次出来答题的机会。OK， 好吧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终极惩罚。全民互动题，他来了，现场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刘明峰啊，他给了一爱人间的弄了5题给我们，
我们从这五题准备进行我们的全民互动，来，观众朋友，跟我们一起来玩猜题游戏。他的题目，三个人猜拳，赢的人选题目，第二个再赢的人选救援。哎，干什么？一起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输了。整件事情跟你无关。OK。剪刀石头布，布，你选题目，你选人。哦。找人来给你答案，好不好？来，丁伟，游轮。给小费，游轮给小费，你选这个，因为他这个选题目就是优先，就是找一个他比较在行的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你不想选什么经典潮鞋，什么固费啊，什么韩国呀，不能自己打，可不可以换？当然可以换啊。这边有韩国人，你给他一点啊，对对，选了韩国，他答对了，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压力固费了。固费小品，啊，变固费了是吧？又被固费了，固费小撇步。我觉得我们从事表演工作，经常要讲话的人，选的是对的。固费，固费小撇步，请助理。美国近期研究发现，多吃下列哪一项蔬果有助于减缓肺部衰老，也能够帮助恢复受损的肺部功能 ？A. 奇异果 ，B. 番茄 ，C. 水梨。是我们要抢吗？有没有陷阱？看好啊！我们要抢。当然，你们先要按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答对的待会可以少打一下。因为你已经是猪头了。我们连节目里面年纪最长的跟最小的常常可能是猪头，我也说过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看清楚，最大跟最小都在。你好。最大跟最小的都在，这么巧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么巧，一家三口，看到没有？可乐融融，一家三口。我是你选什么？我选水梨。水梨，清肺润肺，因为我们每次咳嗽或是什么不舒服，然后都会炖那种水梨嘛，然后可以喝这样子，所以我猜是水梨。林伟，水梨啊，水梨，还是雪梨，水梨，水梨，说法一样，香港人煲汤好像也有搞这也有这一味儿，对吧？对，你我也是水梨。我不是，没有，我一开始就是觉得我是水梨。对，你一开始就觉得你是水梨。对对对对，认真。韩国有这样的说法吗？我在良心话，对对，有啊。韩国就是韩国也是，如果感冒之类的话，我们会炖那种水梨，整颗炖下去，然后我们就吃。对对对，然后那个汁会出来，然后也喝那个汤。是吗？对对对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请假哟。请假。哎呦。没有质疑他。第二个刚猜疑的是谁？选救援，我选救援。来，一棒。我选 Sam。哎呦，选 Sam 嘛。对。Sam 他想听你的答案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我在 A 跟 B 犹豫之间呢。啊，他们都选 C， 你在 A 跟 B 在选？因为现在最近的状况，所以波森莓就很流行。那莓果类嘛，对不对？那波森莓莓果类是被证实是这个地方肺部是有帮助的。那莓果类，这没有一个是莓果类啊。对，那我在想莓果类的话，水梨一定排除在外。然后因为波森莓是带红色的果皮，花青素含量蛮高的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到底是要因为 A 是奇异果，奇异果是维生素 ，B 是番茄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我要偏果皮类还是偏果类这样子？就所以，我选奇异果好了。你选奇异果，对啊。好，这是他的答案，还是要水梨？别这样闹了。再说一遍，你先讲。水梨。哎呦，不换不换，坚持。你水梨。你。那我换番茄。番茄。那叫他讲干什么？排除法。莫名其妙。排除法。哎呦，我刚刚只是在想。去美国玩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真的很少看到梨子。对啊，就是但在韩国确实是很多的。我们去韩国，它罐头也会卖水梨汁。对，它有梨花女子大。那刚刚对，不是说到，因为奇异果跟番茄，它其实都是维生素非常非常高的东西。然后我记得奇异果好像
应该是属于南，就是我们讲南半球产的比较多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选番茄。那因为我选奇异果，原因是因为番茄你可能要加热，有油过之后才会有茄红素。对，但我想到的还是它的，我想到的还是它的维生素 A 跟 C 这两样也是很多的。番茄。好。一 A。好难。二 C。哦，没有，你是番茄。一 B。一 B 二 C。我可以换吗？换一换。A。A B C 好，还是要用 A B C， 我坚持，总会对一个就对。其实这种好荒谬、哦。我们常常听到润肺的东西是水梨，水梨对，但是这呢，以我对制作单位的了解，他们应该会来弄，让大家很尴尬。维生素 C 对，番茄需要油来，它是脂溶性维生素。我觉得看他四季都有心肺润肺 ，A 跟 C 来选，奇异果，请锁定。你们就指望我是错的，你敢 A 是吧 ？A， 你敢 A 是吧？我对的。好害怕。请揭晓。全民互动题又来了，谢谢范少勋遗爱人间留了五题，这五题让我们现场的两位好朋友，这一对，我们这对母子，待会呢就好好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，猜赢的人选题目，第二个人选救援，对吧？哦，了解吧？好。选题目的人决定今天看哪一个题目，可能是你比较在行的。嗯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就只能靠谁可以给你比较对的方向、跟想法和建议，好不好？好。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你赢，你选题目，你选人啊。好。来，题目五选一，请选择。漫威英雄梦想身份。我就很想知道漫威英雄什么。是不是？然后他明明很喜欢漫威英雄，不选漫威。选什么小鲜肉无聊？漫威英雄是一个精神，他不会死的。鲜肉是会坏的，鲜肉迟早会变腊肉，你知道吗？漫威英雄是。你最喜欢哪一个漫威英雄？没有。美国队长。还好。钢铁人。钢铁人。奇异博士有没有这个服装的有没有？哦，不舒服，你不要。我演给你看，我演给你看，不舒服。好，没关系。漫威英雄哦，漫威英雄梦想十，我这差点讲梦想十分呢，梦想身份，请注意。电影中，美国队长原本的梦想并不是想当一位超级英雄，而是什么身份 ？A. 工程师 ，B. 律师 ，C. 艺术家。好题目，看的应该知道他很像有跟谁聊过，而且有讲过他本来是学什么的。喂。没有，我帮小孩子选的。你也要选？没有，帮小孩子选。你答对了，待会少打一下。啊，真的？哎，防疫不要这样打。我们打鼻，我们打鼻用鼻子打，你没讲。真的、啊，最想，应该是律师吧。你是猜的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有正义感。你有看他？你有看美国队长吗？没有。漫威你都看？没看过，没有了。钢铁人我看过了，美国队长我刚好没看的。律师哦，你，我也觉得是律师哎，也是因为觉得他很有正义感啊，对，母女连心，母子啦，母女是啊，母子俩选的答案竟然是一样的，选一个来救援一下，对，救援一下，少勋吧，感觉他比较有研究，范少勋。来，我的答案是 A 工程师。哦，真的啊？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这么大的梦想，他也没有觉得要多正义。工程师，
工程师。你知道美国队长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呢？我知道，几乎是美国开国时代的人呢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应该也南北战争时候的人呢。你是工程师吧？嗯，一百年前的人呢？那一定也没有律师啊。哦，哎，对，好像也哎。英国历史里面为什么没有？英美，他的美国英国分出来的，英国的戴假发那个忘记了，法中情党外籍那个。是法官吧？啊？那就是律师啊。哦。他们为什么没有？他为什么没有当过律师？他说一百年前的美国没有律师。有啦，你拜托。傻乎乎的。你傻不隆咚吃甜筒，人家那个英国人那个那不是律师是什么？英国就有律师啊。你认为是工程师是你认为的吗、嗯、还是你知道？我认为。哎、欸，他认为，不是他知道，怎么办？好，所以再问一遍。来，母亲。怎么样？哪一个？工程师、律师。那就律师吧。你还是律师是吧？那你不改吗？哈。不要改、啊。你？我也还是选律师。哎、欸，那刚刚这段互动算什么？刚才这个。那怎么办？律师，你们两个有志一同，那就律师，请锁定。你，我想漫威迷应该都知道答案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有点简单，但是不知道就是很难的题目。嗯，请揭晓。对，是什么？果然不是工程。是工程师，果然不对，是不是工程师？是吧？不是，是艺术家。艺术家的话就没有年代的困扰了吧？任何年代都有艺术家。我们要告诉大家哦，这个 Steve Rogers 呢，他其实在还没有从军之前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身体很孱弱的一个小男生。那他一开始他也就修过这个艺术科学，后来是因为战争开始了，他很希望可以报国，他也因为身体孱弱一直都进不了军营。那后来呢，终于进去了之后，不是都被打得血清，变成超级英雄吗？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队长。哦，他是打了一个什么血清、嗯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并不是什么正这样子刀枪不入，不是不是，他是关到一个箱子里面，然后打血清，就在里面就就变成爽，嗯，真的啦，他就是在里面这样子，什么这样子，就是什么在里面这样。什么东西？然后就变超级英雄哦，这样子。对，肌肉变很大。好了，各位，你知道他在当美国队长之前是艺术家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很多人都答错了，没有人答对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，很好，果然又是三只小猪哦。没想到你没有人投给你，你刚答对对不对？对，来少掉一票，所以你只有一下，你也一下，你三下，你先来。好，借我过一下，拉到这边，自己拉，哦，来放，各再来吗？我都给，来来。像啊，梦游梦梦，梦游梦游，他好诚实、啊。来，放下。哦，好舒服、哦。啊哈，上瘾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只有一下，对的，好放。哦，很好。你下次再来可能要戴金珠鼻了，知道吧？哎，他上次有出来了。我走开。给他们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防疫的最大漏洞呢，就是心里的恐惧跟孤单感，所以只要手机可以接通的地方，麻烦请你线上关怀，而且这个互动麻烦不要停止啊，一起携手度过在目前全球最黑暗的时期。所以请记得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在东森频道准时收看，永远陪伴着你的《全民新攻略》。OK， 完，拜拜，谢谢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